女生被追走了，那就破防了。朋友呛我就是没有女朋友，所以我破防了。被女生说批评长相就破防了。看来心真的很痛啊，丽丝在用语想表达心碎，破防这两个字已经说明一切。破防原本是游戏术语，也就是突破对手的防御，后来在社群上用来代表被某些话或是行为戳中痛点，玻璃心碎的那种感觉啦。对，文字讯息感觉比较会讲说破防。网络这一行的流行语排名，破防成为声量冠军，而第三名也很常见，就是你是 I 人还是 E 人，因为它是 Z 世代认识新朋友最入门的性格问候语。我应该也是 I 人。也是 I 人吗？真的吗？像现在我就偏尴尬。跟 E 人相处，不很好啊，还会代替我跟别人沟通啊。I 人享受独处时光 ，E 人则喜欢热闹聚会。网络用语不止这些，声量第五的还有要确，也就是你确定吗的简称，通常用在让人感到傻眼的情况。第六名的恒姐就是气氛突然冷掉，例如原本有好感的对象突然出现反感举动，像是吃饭狂看手机的男生恒姐。另外第七名的蛋雕则是闽南语丢掉的意思，可以说你要打包还是蛋雕。这些最夯的网络用语，你听过几个呢？说要做什么事啊，你就会回说，哎，要确定，就要确定哎，对，要确。下回遇到网络时下流行语，再也不会满头问号。如果外向还说是 I 人，别忘了回上一句，你要确。华视新闻陈清顺、张小媛台北采访报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